行，五颗星，耶！因为时间到了，我给他五颗星，他就直接走了，太现实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勇，现在我来到了台中了，我终于到了这个我最期待的酒店，是一个智能酒店，叫雀狮智能酒店。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的机器人长什么样子。哇，门一开进来就有两个机器人，就是这个。这一个，等下我们再看要怎样办入住手续。那一走进来，我们一推进来就会看到这一台给我们 check in 的东西。现在呢，就让以琳来示范给你们看怎么自己 self check in。先点中间入住。好，你会收到一个。确实酒店发给你的 email， 里面就会给你这个单偏好，你就输入就对了。那就确认，那就有详细的说明，三点入住，退房11点。可以阅读确认，标准双人房。确认，没有他的手机号。OK， 写上你的 email， 后就按确认。对，然后就要扫描护照，确认。完成了，拍摄完成了，那就拿票了。上去。然后呢，我们已经收到了 email， 他发了一堆的的网址给我们了，我们按下去就可以拿到那个锁匙。只是因为我们太早来了，这边是3点 check in 的，我们现在是1:02，所以要等一下。我们要把我们的行李放进一个很帅的地方给你看，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这是一个 robot 的手，机器手。我们太早来了，所以要寄放一下行李。收到了这一个 email 啦，这个是我们的房间的钥匙，可是我们现在不能用，因为要3点才能用，所以我们要就要寄放我们的行李。在这个 email 下方有一个存行李寄放的东西，按点下去，点下去我们就会有这个 QR code 啦，到时候这个 QR code 就要 scan 这个机器。对啦，我们现在示范给你们看怎么样寄放这个行李。首先要在这个 screen 按一下，跟住他的那个步骤走了，就按。你按了寄放行李呢，他就会叫你拿开那个锁匙到这边 ，scan 一下，然后你就要选你的尺寸，你的那个行李箱的尺寸。所以呢，如果大家来到这个 Chase Hotel 的话，你们要存放行李的话，如果2个或3个，你们要
第一次 scan 的时候就要讲有两个或三个那个 CD 的那个机器呢，会自己去一个拿了再回去再来一个再给你装。Many hours later， 现在我们要来拿我们的 bag 了，这个机器所把我们拿出来。等这个铁下来，我们就可以拿行李走了。OK， 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智能酒店的酒店到底舒不舒服的。那个 QR code 也要拿这个 scan 才可以上五楼，蛮安全的这样子，不错，感觉还不错。我们今天住的是正间，等一下敲门一下传统，然后呢你就要拿那个 QR code 那个锁匙，对不对？ scan 它的这个门，灯已经开了的哦。哇，有些这个房间不错不错不错，噔噔。来拖一下的厕所，厕所还不错，我觉得蛮清洁蛮大的。 OK， 不错，厕所可以，我还蛮喜欢这个有空气清新剂在每一间房吧，不错。可以看到呢，在这个 App 这边有一个勿打扰的灯跟一个清洁的灯，你可以按这边他们就懂了。这边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虽然大家都知道我是没有什么钱的，不需要用到保险箱啊，也有一个基本上啊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壁橱，我觉得非常的贴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很喜欢的 hotel 这一个东西，我就很开心。就是它的插座又是我们 Malaysia 可以直接用的，不需要再去用转接头，赞。它的这个插头很特别哦，看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来是开关灯的开关。刚才呢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两个 robot， 对不对？那两个是来送外卖的，噔噔。等一下我们试一下 order， 那我们跟在这个 robot 的后面看他们的整个操作是怎样。只要我们扫描这边我们就可以点餐，然后这个 robot 就会送来，我们来试一下。这里付款方式就是用 credit card， 就要等他来了。我订好了，有拿到一个点餐号，所以现在我们去楼下等那个 robot 上来。现在呢，我就在楼下在等那个 robot， 看那个 robot 是怎样操作。我已经点了餐，我们的餐来了。看他的操作是怎样的。他走了哦。跟住他走，对，应该是我的了。有点慢，等会电梯您要体谅我，把中间的位置留给我，谢谢您。想跟我拍照就来吧，记得打卡分享哦。他还会跟你讲话，叫你留位置给他，把中间的位置留给他。OK， 我们等他，看他怎样打电梯。我点了餐，他不出去。谢谢。
听到里面的电话声响哎，伊琳在里面，看他开门怎样。太强了！现在我们要拿取餐，从里面拿出来。我们哇，这里看一下，噔噔，哇，取餐哦！谢谢。一秒的时间，如果你好了，你就写一取物，跟给我评分。所以他送好餐呢，我们就要按已取物先给他评分先。呀，五颗星。耶！因为时间到了。我给他五颗星，他就直接走了，太现实了。连机器也那么现实。太现实了。哎，好啦，这个就是这个雀狮酒店的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它是一间智能酒店，所以连送餐呢，它也用 robot 来送，蛮新鲜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点我上面的连接，或者我看 YouTube 的话，就是在我下面这边它的连接。或者你可以透过这个 Asia Yo 这个 apps 呢或网站呢，去搜寻这一家位于台中的智能酒店雀狮酒店。雀狮酒店 Chase Hotel。 那如果你喜欢旅游的话，又喜欢找好吃好玩的东西呢，记得要 follow 我，关注我，打开小铃铛，但是你要小心，因为你 follow 我的话随时会变飞。我是阿勇，拜拜。